经可以。对吧？小海鲜汤给你来点，这还没吃呢，鸡蛋糕。两只鸡蛋。哎我去，一口一口都进我嘴里了。相当哇塞了，汤呢就没啥味儿，能用这汤吗？我看汤不用勺，上嘴吧。哎呦我去，这汤相当的鲜了，相当的鲜了，想放一边去。我现在不能先吃它，我再给你来点啊，来点好的。来点鱼吧。你不是鱼呢？你看这，这摆盘也可以，相当哇塞，是不是？摆盘也可以，我看尝尝味儿，你尝尝哈。它有点有生姜，那姜也好吃。它这个日本呢，它这个酱油啊很特别。它这个酱油啊，就每一款酱油这个味道都有点不一样，所以做出来的这个菜啊，这个味道也是不一样，就是根据酱油的味道不一样，它这个菜的味道都可以不一样。所以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味儿有点特别呀。你瞅一下。哎呦，这姜丝儿让我咬的稀碎呀。这，先把它搂搂吧，这鱼是真他妈得劲儿，我爱吃。一根刺儿没有啊，收拾的。我乐吃，那哈尔滨的那哥们儿，我乐吃。因为我也是哈尔滨的，我老家是哈尔滨的，我乐吃。馅没了，兄弟们，馅没了，一会儿蒸饭吃。这回来啥？看看啊，天妇罗吧，天妇罗给你搂两下。你看这小天妇罗。这一份儿嘛有点太多了吧？你看茄子，炸的茄子，哎呦我去，兄弟，有点激动了，茄子，哎呦我去，蘸错料了，兄弟们，蘸错料了，抱歉，有点咸的，这蘸这儿，南瓜炸的可以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吃它了，容易吃饱了，我得先把那个海鲜造了。感觉有点忙不过来呢，我去。主菜来了。做就完了，兄弟们。这是啥？鱿鱼啊，煞白的鱿鱼啊，这是。尝尝啊，啥味儿？你瞅瞅。
又油又滑呀。滑溜的。嗯。再来个甜虾吧。哎呦，甜虾应该是挺出名的。整吧，就。哎呦我去。哎呦我去，哎我去。有点着急了，哎呦我去，着急。嗯，哎呦，虾可以，味道可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特别料理，放在那上边尝尝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脆挺呢，鲍鱼吗？这是？哎呦，嗯，口感有点像鲍鱼。哎呦，老脆挺了。大家知道这是啥鱼吗？我也不知道哈。来整一个你看。哎呦，嗯，嗯，哎呦，这他们这边的这个海鲜呢，味道都好甜呐。你看这是，这叫扇贝。不是扇贝，是扇贝吗？是扇贝。你看他们这扇贝的东西也可以生吃啊，说明新鲜，说明够新鲜。扇贝，这样子吃，对，尝尝。哎呦我去，这生的呀，到嘴里边就感觉啊，有大海的味道。真是一股大海的味道，确实好吃。我今天这把这些全炫完了，我估计我也撑死。这一份有点多呀，小鼻子啊，小鼻子给你整一杯，这是零酒精的，嗯。血料啊，不行，再来一杯。这我都感觉没酒精也有点迷糊呢，啊，哥们儿，迷糊呢。这两天咋的了？我回韩国的，我得好好体检体检。我这么一整就吃点啥玩意儿就迷糊，这就是咋回事呢？再来一杯，鼻子。就吃点啥玩意儿吧，就有点迷糊。吃多了迷糊，就不知道咋回事。哎呀，哎呦，这还有三文鱼呢，兄弟们！哇，这个三文鱼，这颜色可以啊！你看这，相当哇塞，整一个。嗯，我得意这一口。嗯，我相当得意这口，得意这口好吃。嗯，嗯。再萝卜解解腻，这下边这玩意儿能吃啊？能吃不？咱也不知道啊。萝卜酒，嗯，也能吃，海带的一种。我感觉有点饱了呢，怎么？顶得慌吗？汤吧，炫一下汤吧。哎呦我去，我当真那么鲜呢，太鲜灵了，哥们儿们。哎呦我去，走着掉，太鲜灵了。哎呀，退下吧，你们先退下，你们先退下，不行了，露出大米饭呢。看这大米饭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给你瞅瞅啊，从地图上看。这是什么地方呢？看看，那也不知道。地图的这个位置，我操，有点顶着。香蘑湾呢？这啥玩意儿？中文的一来，你到这地方，这白花的呢？对，看见这是啥地方？瞅见了吧？就这地方。
哎呀，露点米饭吧，看看这米饭咋样。好几天没吃米饭了，这家伙天天的便利店呢，这那炫的。哎呀，我那同学老给劲儿了，也整那好吃的，吃的都相当的带劲儿了。日本的小河牛，我他妈吃到饱。哎呀，咱们前两天进食，不吃肉，你知道吧？这家伙我跟我儿子俩人，这家伙一门血，血了3000块钱的，真鸡巴猛，太猛了，偶尔炫的。张小先生，我得跟他一起吃点啊，好吃的去，整点什么雪蟹呀、啊、啥乱糟的，嗯，去大阪吃去。这两天在大阪聚合24号，嗯，好用，好吃啊，干饭搂着。那这刚的鱼生剩的那个酱油，咸不咸不知道，泡上再说。咸不咸不知道，泡上再说。你看这个，哇，吃这颜色不错呀。哎呦我去，味儿可以啊。味儿相当可以啊！哎呦，配上甜虾，来搂一个，配上甜虾一吃，哎呦，甜呐！哎呦喂，这饭这么吃啊，相当下饭了。哎呦！一勺一勺炫，这勺有点小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吃那个什么鸡蛋糕的那个勺，他也没给我安排个勺，我也不知道勺叫啥名啥样啊，就不叫他们炫着完了。再来一杯鼻汁，嗯，哎呦，太得劲儿了，嗯。兄弟们，我得意这口啊！我得意这口啊！哎呦我去啊！哎呦！嗯，这生鱼片相当得劲儿。